子动口，小人动手。一直有品德的人会以言语和智慧解决问题，没品德的人才会以暴力或武力来解决问题。在社会中，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因意见不合而产生冲突，君子会以沟通及对话的方式来平和解决，并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感受，以促进和谐与进步。雷欧与安娜说要一起去餐厅吃午餐，雷欧说要吃饭，安娜说要吃面，两人意见不合，安娜做事要打雷欧，雷欧说君子动口，小人动手，安娜说那不动口也不动手叫什么？啊！